好吗，老师们？其实我们有不同的图案，你可以选一个。老师好吗？这个有点难啊，不难不难，看我们有个打样，然后我们这边呢有一些打样，觉得怎么样？觉得他创作的甩着脚吗？这不是。那你今天要给网友们创造什么糖画？我来创造一个童年救星，然后那个笔你往下挤就会出那个糖。这个啊，对，哦，你很行云流水，很娴熟。那是因为我的心中有他。因为我们也不是那么熟悉奥特曼，不知道奥特曼具体有什么特色。特色，这就是他心中有光，没别的，没别的。你觉得你这两年的画画技术有进步了吗？那当然。之前有在我们院画过什么浪来着？哦，鼠浪。鼠浪。对，对你当年的画作还有印象吗？没有，但是我相信都给大家带来了很大的冲击。那你现在画这个奥特曼有什么区分吗？你觉得他最像什么奥特曼？这个是新浪奥特曼。所以现在王俊凯老师画的是一个新浪奥特曼，是新加入奥特曼家族。不，这个不能乱上，人家有版权呢。祝大家新的一年，像他一样，心中有光，向阳而生。是不是还有个小福袋要送给小凯？就行。嗯，天，哎，你相信光吗？我不相信光，那是不可能，因为我就是光。这啥呀？你可以上面看一下。哦，赛罗，我为什么叫得出他的名字？谁做的？相信光的一位男艺人。我认识吗？认识，也来春晚了。小凯啊，对，小凯的。评价一句，小凯作业咋样？哇，这个太厉害了，这个我学不会。这是练过吗？